下面咱们来一个这个小黑铁蛋啊，花10块钱一个买的，这个特别好，你看都熟的特别透，把它切开，这个肯定能特别好吃。嘿，啊，切跑偏了，扭一下，哇，看，给它扒皮儿，这熟透了，这个皮儿就特别好扒。卡脸了，好了，拌好了，然后蘸点酱油啊，我真的觉得牛油果挺好吃的，但是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也觉得好难吃，后来吃惯了就觉得好吃。主要这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水果。